下面他有三个问题，他以下是有关唯识的问题。若以唯识中所说的五十依附八十，六十依附七十，七十依附八十，做梦时是否皆是妄想的起始作用？起作用绝对不是单独一个事啊，所谓一起一切起啊。如果八识里面的种子不起现行，你梦中的境界就不可能出现啊，那是阿赖耶的起现行。阿赖耶起现行决定离不了六七识啊。那么梦中不起作用的是在讲的前五识不起作用啊，眼耳鼻舌身呢不起作用啊，一识一根阿赖耶识决定起作用啊，所以他们决定是有连带的关系。